冰水三重天呢？干，可是你忘记我是，可是烧胎的。你应该玩卡比兽啊！你应该玩卡比兽，这样我们上路超猛。你知道我是前百的水箭龟吗？哎、欸，得气了。卡比兽吗？快点水箭龟啦！快点水箭龟啦！哎、欸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真的来不及。Oh my god！ 烧胎又在那边乱出消息了。我们三下吧，让他连续上路。三下。哦。我们三下、啊。好啦。哎，你每次都被烧胎骗哦。对啊，你怎么可以骗我嘞？天啊，烧胎！妈的又是那个 TZ 的，妈打爆那个，这什么废物工会真的是。哎 ，TZ 没有很强啦。TZ 刚刚输了他两场了、啊，大哥。哦，那是因为其他队友太烂好吗？我一个人 handle 是 handle 了的、啊。哎 ，hand 好 hand 满。烧胎一直骗我啊！对啊，我好难过啊。不是被女人骗，就是被男人骗。哎，他们一直没吃那个、啊，所以才养狗啊！看到了没？看到了没？看到了没？什么叫看到了没？这个神座看到了，再去打过。看到了没？各位看到了没？神珠在此，谁敢放弃？真的是我。快反野，反野，反他的野，反他的野。哎、欸，你们去吃，你们去吃，你们去吃，有了，有吃到了，你去吃了。我在签字啊。小心大家过来帮忙哦。走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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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喽。哦，好快点哦。我们打野过了。沉重，哎、欸，傻逼，不懂得走位，哎、欸，走走，你这个血量还想干嘛？你这个血量还想干嘛？真的是一群傻。哎、欸，后面打野，打野，打野。哇，这个十五颗球也想灌哎、欸，送红蓝呐、啊！天哪、啊，我靠！睡起来爽啊！快来啊！哎、欸，推他，推他，快点上，快上！很强，很强，快上！神预判看到了没？看到了，再打过。进去吃你补，哎、欸，气死你，真的是。哎、欸，要不要反打野一波啊？要不要露个野、啊？上面不要了，好好把下路打穿不好吗？哦、哎呀，少太。啊！上我们兔子不回去，看到没？又要死了，看到没？这个人就是欠揍，不知道猪的实力真的是，我靠！哎、欸，我来了！天哪！哎、欸，快投，快投，快投球，快投球！天哪，下路变得好无聊、哦。哎、欸，我们转上吧，转上吧，一个手下就好了。什么呢？先把挖！我靠，你蜜蜂也不吃的吗？这边给一个那个吃就好了，我们两个啊，我还守，我还守，哎、欸，他要到路野了，苦情少主要路野了，我帮一下他，包一下，包一下他，看到了没？神预判，懂吗？哇，点死他了，大哥！哎、欸，往上了，往上了，我们主要打上啊，主要打上啊，主上，啊、主上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啦，相信我啦，相信哥哥不会错啦。好，我没有救你就死了哦，哦，那不是你哦。我一直以为你是玩法、啊啊，不是啊，等一下了，守一下可以守了。增强拳，可以啊，我们在下路已经建立起庞大的优势了。增强拳啊，我去啦！靠，他一直在耍宝。哦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哎、欸，吃上路那个吧。你要看栗鼠吃不吃啊？来啊，栗鼠。孩子，傻孩子，快吃吧，孩子。你要聘灯啊？但是栗鼠又不是自己的。天哪、啊！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打一种这种流派、欸，就是先迅速在下路干爆，然后之后迅速支援上路，然后迅速的再往下路。看到了没？还抢了，还抢了那个。好棒啊，烧胎！烧胎真棒啊！烧胎太强啦！烧胎太棒啦！哎呀，烧胎，守下吧，你们继续压吧。哎、欸，我要走了，我这边不压了。走快走快走，喂！天哪，我们家的藏宝栗鼠打嗨了，他想说睡啦，这群队友，天哪，好强啊！食神好棒啊！感觉他好狼狈的要走回来了。
至少还走得回来啊。哎、欸，我身上有40颗球怎么办？投球啊，投二塔、啊，来啊，我大33颗，跟我说你有40颗，你当我脱窗啊？哇哇哇！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？他哪来的勇气啊？真的是，哎呦！梁静茹给他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们推下二塔吧。来吧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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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冰他，冰他，哎、欸，你怎么把他推走啦？谁啊？你在说谁啦？卡比兽不是我，大哥。走。哎，跑不了你。哎、欸，漂亮的控场，快点，兄弟们！我哇，兄弟们，你们这一波让我失望啊！你们，我死前再给你们一个冰柱，收不掉。哎、欸，天哪，去收啊，大哥们！天哪，优势都没了。不是啊，你们在打什么、啊？我靠！靠边啊！你知道我们是三打五吗？没有啊，没有三打五啊，我们五个人都在。没有啦，闪我们还刚才不在。好吧。哎，下台守不住啊！怎么可能守不住？有神珠在，大哥。啊、拜托，还不是我拖着拖着死掉，你才打得了。他躲的是太明显了吧？天，看到了。来了、啊，你们要吃什么啦？你们要吃什么？快吃啊！有什么先吃什么？你们吃啊！我就来了，来了。要吃万国百汇还是吃什么？哎、欸，我需要推个二塔，烧太不大、啊。来啊来啊，卧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上路怪怪的，上路怪怪的，我要去加上路。那我锁加了，我锁加了。为什么上路怪怪的？全世界都过去了，为什么会怪怪？天哪！漂亮。谁开大？又白上去了，你看。拜托，我起、欸、推一波上路吧。你们赶紧推上路，我要推下，我有40颗，我下路推一下吧。哇靠，怎么下路还有人？你怎么不去守上？谁教你的观念呢？哇靠！把他推走。卡比说把他推走啊，快啊！我的推还在 CD 啊。对哦。我的推在 CD 啊。啊，没上车啊！我的推在 CD 啊。没上车啦，又没上车啦 ，always 这样啊。哎、欸，对方你投降。看我们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三下流真的是，我觉得是目前最强势的，没有之一啊。胜利 ，no doubt， 毋庸置疑，这绝对是最强的三下流。天哪、啊！天哪、啊，他们投降怎么会有素材呢？天哪、啊，太可怕了！就这样打，就这样打，这个阵容太强了，太强了。